鲨鱼与人类，我是夏航。灵感是符号的碰撞。我的作品是小男孩。这小男孩是在广岛爆炸的原子弹的名字。它象征人类用暴力解决暴力的问题，而大自然必须承受这种人类欲望的后果。这意味着保护鲨鱼只是环境问题的一个起端，真正对于自然的影响，我们还未能知晓。我是用我喜欢的机械的符号和说法来表达人类与环境复杂的关系。之前蒙大哥展出的作品描述了人类对鲨鱼的摧残，而这次的作品《小男孩》则是人类欲望的悲剧。能够参加这种国际性的展览，是对我们年轻人的一种支持和认同，同时也给我更多的机会来阐述自己的想法和创意。而每一次的作品其实都是自我语境的一种延续。